不用想，可以直接进。睡觉吧。让让，你明天几点出差啊？早上七点，所以明天早上不能早点起床，你早点睡觉。过来陪睡。睡觉吧。冉冉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如果上天要剥夺你一样东西，那我跟帅之间，你选谁？你。那我跟高呢？你。那我跟有钱呢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冉冉，你犹豫了，你想选钱。我在你心里连钱都不如。那我去把我的私房钱都给你。哎呀呀呀呀！都选你。可是冉冉，你高富帅的属性就没有了，我可能就不会喜欢你了。你怕不怕？不是只剥夺一样吗？那万一上天耍赖呢？不怕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就仗着我喜欢你吧。看什么呢？一部奇幻电影。哎，让让，如果你能回到过去，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吗？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就没有特别想做的吗？人只会有遗憾才会想回到过去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遗憾，以前很好，现在也很好。你呢？有什么想做的事？不用想，可以直接进。